Cause I missed you. 하세! 小心！ 放开我！阿信，你为什么不看到我？阿信，放开我啦！不然我说话要怎么解释清楚啊？ 你之前写的那一张计划表，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学一种乐器，一起去听一场演奏会。嗯，这首歌叫做……我知道，《爱的罗曼史》。 那你应该知道我想说什么吧？就是你之前一直想听，我不敢说的。 子美，对不起，我脾气真的太坏了。
之前你说你喜欢我，我也是没有认真的回答你，那是因为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影子，那是一个我只要想到就会觉得抱歉的影子。如果我幸福了，他还孤单怎么办？他高中有没有毕业啊？搬去哪里了？手术有没有成功？有没有后遗症？他不喜欢跟人家相处的。如果变得更孤僻，怎么办？他高中没有毕业，同等学历的考上了大学，搬去了台北，手术很成功，花了一年的时间在做复健。他还是不喜欢跟别人相处，但是他找到了跟别人和平共存的方法。太好了，我一直以为他会因为我而过得很不好。所以他现在一切都很好了。你不能说他过得很好，因为你要把这份愧疚深深深深地放在心里，这样你才会一直深深深深地记得他。现在不是跟一志没说话了，我要对佑谦说，之前胡小姐讲的话我想了一整个下午，可能就像胡小姐讲的，我对你来说真的只是一个没有完成的遗憾。绝对不是这个样子。可是现在我偷偷的希望你的感冒永远都不要痊愈，因为我喜欢你，非常非常的喜欢你。一瞬间，雨洒满了屋檐，得快一点，收起我的想念。挡不住那潮湿的气味，一点都尴尬了。反正我表达了我的心意，你再想想好了。我先去外面找台阶下了。